我们来看看韩版的资料。根据我那个韩文的资历跟你们翻一下所谓的韩国资料。来，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大师副本更新，它就是增加了大师副本的 BOSS 奖励掉落，应该就是所谓的那个必掉金装的概念应该说它是说会掉金色材料，大师副本必掉金材料，然后它的副本会有既有这个魔族，主要是针对魔族，其他两个有没有针对我不知道，它主要针对魔族，然后并且每周的魔族副本时间延长3小时，等于说因为活动期间所有的魔族副本魔族干影神殿的副本时间多3小时，加3H 的概念，原本5小时一周嘛，就变成8小时一周。然后他这次更新这个为了什么呢？他为什么要把这个魔族之地的金装材料改成提高掉落率呢，或是必掉呢？因为他后面有更新的这个魔族装备，我们等一下看一下。好，这边就是为了因应这个活动更新啊，大家知道打跨服嘛，会打嘛，他会提供了每天的那个战斗资源箱，每天给你救护证书3张，让你多死3次啊，多当刺杀技3次，以及那个战斗补给，应该战斗卷轴2张吧之类的东西。啊，我们关键应该就是救护证书啦，在活动期间。然后这个就是奖励箱，海版好像明天也是更新大师副本的掉落吧，应该是吧？大师副本掉落，它是为了什么掉呢？因为这个东西，我、哦、这个、东西我刚刚看了一下，看非常屌，看我的韩文翻译先别看，火焰之影套装能力更新，它更新了什么呢？看一下啊，火焰之影头鞋斗甲。手5件套，项链跟饰品是不含里面，项链跟饰品独立制成一套，就这本身内件5套装，它更新了哪些呢？第一个，基础防御提高，盔甲原本是22防变成24防，它就是每个都基础防御提升。第二个，它多了减免加10，原本这既有的叫做无视减伤4%，现在额外多了防御跟减伤加10，变得非常强。你想一下，你穿五套啊，不管是你的减伤或者是你的无视减伤多了50啊，干跟鬼一样。然后你的趴数这是叠加的哦，一个经济极盛法，古代经济圣结界的法师在你面前就是形同炮灰，他的减伤趴数直接被你干光光，就是等于没减伤的意思。所以这个金装变得很屌。那目前这个金装最多在什么样？在白鬼身上，白鬼身上有一堆神话金装要出售，就是火影装备，那这个就是传说中最最最最顶级的装备。然后它的套装能力也翻新了，新版的套装你只要穿2件就会有这个能力值，而且额外防御多10，你穿3件全能力加3，额外防御多15，你穿4件全能力加4，额外防御多20，你5件全装全能力加5，额外防御再多20。我跟你讲，这个防御会到什么？这个防御率啊会突破400，因为这个防御基础已经是全装备里面最高的，就算你一般的紫装啊点到加7加9你都不会比它高防，它的防御已经最高了，还在额外加25，这个防御基本上能够穿到这套装备的客长防御随便都破400，敢超屌。然后这能力也很爆干，这能力也是爆炸强，它是一个负面 buff 叫虚弱，好像衰弱还是什么的，能力衰减。它的负面 buff 是什么呢？让目标的 PVP 减免减10，这个状态无法被香消消掉，如果打他的人都会带这个状态，就他等于是一个超强的绝强霸体，绝强战体的存在。不过目前台服啊没有半个人有。好，这就是这个火影装备因应这个大师副本的活动更新。哦，虎铠甲吗？难道没有？我也想要虎铠甲，真的，我也想要。我那个蓝瓦补到我卡池转烂，我真的补到那个2张。那个火铠甲跟死亡之剑，我的卡池补烂，不要放绿的比较烂，我们坚持不放绿啊，我们不要两蓝一绿中绿光的机会很高，我比较过了，我炼金炼得很凶，两蓝一绿出绿光的机会真的很高，宁可三蓝啊，我中了很多红光都是三蓝。那我看一下这个，如果是加0的绿会不会有差？加0绿也是一样啊，没有变啊，加0绿跟加7绿是一样的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加0下去吧。哦，不会吧，不会吧，哇！今天就到这边了吗？今天就到这里了吗？今天我们就直播，蓝卡，蓝卡，外号蓝卡，完美的 Andy。我们来练一发纸吧。我们先拿个蓝的当祭品，我们先下个蓝的当祭品。不会给我红卡吧？你不会给我红卡吧？真的不会。好，真的不会。3个好了，3次蓝的。不会吧？红富士？不会吧？哇！这什么东西？今天炼金。
很好练。这怎么回事？这坏掉了吧？哎，干！嘴巴空气突然安静，准备了。眼睛不要，眼睛不要，眼睛摩擦开始，紫色光芒诞生。哇！紫光！哇！不会吧！哇！今天坏掉了，今天坏掉了吗？炼金台。我记一下，来土拨帮我剪精华，谢谢。我们先冷静一下，我们的喉咙现在还，我喉咙还没好，所以我现在冷静，让我冷静。我现在手在抖，你知道吗？手在抖，可以休息吗？至少抽一单，我花我的钱得到东西，还要再送你们钱。好啦好啦，等一下抽奖，等一下抽奖。我关台前提醒我今天抽一单，好吗？关台要提醒你，我们抽一单小卡。Today is my day 啊！哦，红卡，我加一单啊，没有，他不给哦，不是我不加哦，他不给哦，没有在盒子变的啦，红卡，我加一单。他不给了，他不给，他是系统不想给你们，不是我不给。完了，没得搞了，应该不会这么巧再练个红的吧？他不会再给我一个红吧？我敢不会吧？啊，敢真的不会，敢真的不会，演都不想，你演都不演啊？好，让我演一下嘛。完了完了完了 ，barbecue 了，真的 barbecue， 真的是不给演，给我卡了，给我卡，对啊，该给不是，我们今天重点错了吧？我是要拼卡，我不是要拼红装，被你们带风向，我不拼了，4000钻了，你们刚刚跟我说什么？1000钻会出蓝卡，我4000钻没有蓝卡，我这个练完这一轮练完不练了，不练了，来最后一发下去。啊！不会吧，不会吧！干，真不能停！操你们的！怎么又是红装？今天真的是特好练，红的没加单哦。干红的，我他妈花4000钻还给你加单，紫色才加一单，红色没有加一单。别闹了，我们规则很清楚。来，拜托，我们要许愿一下，蓝卡可以，红卡可以，红符石。可以，紫装全都可以，紫服石可以，就这样许愿完成，准备吗？一日双子，可以，没了，恶魔王杖，他这个一直出红，我停不下来，把这个祭品一，敢不会吧？好啦，最后一遍啦。开枪！红卡吗？哇！哎，干杯！这我好像有，干这我好像有。哇塞！等一下，这个我好像有哎、欸！不要，拜托是另一张，求你是另一张，是另一张，求你，拜托给我另一张。操！